嫂子，咱这是什么村？天桥镇的村。啊，咱用巧克力这是几年了？好几年了吧。好几年了。今年这个也是用了这个巧克力是吧？嗯，对。用过巧克力，你感觉你这个西红柿苗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吗？嗯，明显的变粗了。变粗了。嗯。这用巧克力是用几次了？用了两次了吧。嗯。能简单的说一说吗？就是从咱可以从这个植株粗壮程度，简单的说一说。嗯，植株还行，反正不算多么特粗吧，还能凑合。啊，这镜头啊，来看一看这个植株长势情况哈。这个植株还是比较粗壮哈。还行吧。啊，锁果怎么样？锁果也行，这个。锁果也行。嗯。啊，可以看看。嗯。这个花呢情况呢？花长势情况呢？花也行，就凭这个阴天还能凑合这个品种。啊。嗯。然后你这地里这个酸碱化情况怎么样？嗯。就是红苔啊，或者是绿苔。是之类的。原先有，我看现在没怎么有这了呢。啊。嗯。这个盆的话是多少亩地？嗯，一亩七分地。一亩七分地，您一次的话是用多少斤？嗯，四五十斤。四五十斤。嗯。滴灌哈。嗯。啊。好化吗？好化。啊。嗯，有那都，随着水。一桶就化了。嗯嗯，好用哈。嗯，是不是感觉今年这个巧克力比往年的要好化多？这个事我真不知道。啊，我哥那个来充分哈。啊。大家也可以看看用过这个巧克力这个西红柿长势情况哈。现在已经做果哈，这是做了一次果了哈。嗯。啊。看看这个长势情况啊，还是很旺盛啊。生长很有劲儿。好，嫂子，那谢谢您对这个巧克力的支持，祝今年咱这个西红柿丰收高产哈，这个价格要比去年要卖的好得多哈。哼，希望吧。用过巧克力的西红柿长势情况，植株粗壮，叶片浓绿，三岁果了。一岁，两岁果，三岁，四岁也开始开花了。他这个就挺好的了。